好赞哦！有两盒，真的？为什么有两盒？那有一盒是我的吗？哦，好，1800。啊，那我不要了。怎麼不要啦，我开玩笑。干，没有，这不是你们模型货币吗？哦，对啊，卖你啊，货币啊。好啦，不要这样子啦，就这样啊。要拆一盒吗？看你啊。好，我们就拆你要买的这一盒，好吧？我没有要买。干，那不拆咯。大家要猜，你不是要给我吗？没有，我给你别的啊，不能给这个。哈，不能给这个。我们不能给对方真的喜欢的东西。什么？哦，这个印刷的比较好。阿燕觉得1800可以，突然觉得可以了。我开啊，我怕我装不回去。那我就看一下，我比较想看。你摸了1900，现在要怎么变多100块？有吗？有吗？好耶，好耶，那2300有没有问题？